今年儿童节呢，有一个特殊的特别企划。你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牌子？今天就是我们要扮的人物 cosplay。今天会玩三个关卡。然后每一关卡会有不同的排名，最后就是比总积分，所以最高的第一名可以开始选你们接下来要揭晓的东西。你在干嘛？太懵了，我在看。不要作弊！手机要算最滑了，还在滑。今天作弊的直接算最后一名了。耶！我们这关输死战好不好？不能作弊。第二关平的就不是。第二名别看手机啦。我跟你讲，第二关平的就不是运气，不然我们要玩就是实力的实力的。所以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一拳超人准备好了没？他是神灯精灵啦，对，好歹是一拳超人。好，现在这样子，我准备好了。第一题哦，紧张，好紧张哦。第一题，啊，我了，我了，是我吗？五号。灌篮高手，我想讲樱木花道。第三题，他谁？五号。哇！哇！太像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答错。柚子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柚子，请抢答。六号。啊，中了！柚子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到？第四题，这是谁？我知道，五号。不要，不要，你怎么按的啦？其实你不要，你不要。野口，野口，等一下，读秒，野口。答对。可可可。下一题。谁啊？我不知道谁。四号。画上是我吗？四号。是不是史莱姆那个我转身到史莱姆那件事情？不是，对。谁啊？那你这是一个人的名字。史莱姆啊。4、3、2、1，答错，因为这一题太难了。如果猜得出来动画名称，我们也算对。六号，摇曳露营的吗？哦，答对。是什么东西？但是我不知道里面的人物。它是摇曳露营的赤魔岭。奇遇不是都不知道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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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傻瓜瓜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他是那种骗人，说没看就会考100分的。但是那个考试说，我昨天都没有读书。大家答第一名，好，准备哦，下一题。四号，四号，答对。为什么按不到啊？真的按不到呢哦。下一题，哎，四号。我知道，
完蛋了，他谁？好，倒数五秒，四，他是那个三二一，答错。他叫，请抢答。他叫四号。哦，好累哦。这边只有你知道。进击的巨人李维斌子。哦，答对了，你有看李维啦？李维，进击巨人哎，基努李维啦，知道李维。跟他讲不起他的名字。下一题。太简单了。谁啊？五号。谁啊？我忘记他的名字。要讲给我，给我。不知道你。他是那个谁的？那个特里面的。对啊。倒数五秒。四。啊，给你们。三。不知道。二。一。请抢答。我要中了。二号。耶，狮子王。答对。那个狮子王哦，玩狮子王，狮子王。下一题，三号小小兵，小小兵，答错了，要讲他的名字。好，倒数五秒，四，小小兵，三，刚说知道二，一，好，请抢答。哎，五号，嗯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麦克，麦克，他叫麦克吗？不是，答错嘞，还是彼得？彼得，不能这样子答，不能这样子答，答错。请抢答，一号，陈思雅，快点！都给我按呐！包裹吗？包裹，好累哦。答对！包裹，好扯哦。好 B O B， 还有凯文，爸爸，他叫罗伯。凯文没看小说。凯文，他这次叫罗伯包裹。耶，包裹。哦，你要抢的是 Kevin。哎，你终于破蛋了。好，再来，下一题。二号。下一题，二号露骨出脚，再讲一次，出脚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再讲一次，露骨出脚，你确定是露骨出脚吗？露骨出脚，好，答对，答对，露骨啊，露骨出轨，好奇啊，好奇，香音体谅一下香音的部分，我的音效学院的，主角，主角，下一题，六号。网球，网球，网球，倒数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答错，请抢答。网球王子是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知道是网球王子，主角名字。为什么？给你们讲一下。你我刚看完。好，提示一个字，月。月哦，月下老人。月是海斗。月，月薪娇妻。月夜，四个字。越算了啦，越好玩，越来越好玩。答案是网球王子的月前龙马。对吗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想不起来了啦。下一题。啊！拍碰拍，温柔优美，不花不花花小花，温柔优美。那美女说拉鲁克来一罗里多喷，不是他没你念什么咒语？真的啦，你们自己查。波罗鲁波鲁装，你翻一翻。他没鲁克的拉鲁克，绿不是，不是高胖，衣服是皮利卡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对对对，懂了。懂了，对。他没鲁克是绿色的，他是蓝色，是蓝色衣服。现在用咒语也对，是不是？是他，温柔优美。扑啊扑啊扑是他，还有很多版本，还有完整版的，下一题，来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我知道，二号，飞影，答对。刚刚才说的，有在看耶。刚刚在二补啊。下一题。啊，他谁啊？谁？四号。我要抽筋。他叫穆鲁，答对。耶。这个 Peach 就忘记了，秘鲁秘鲁，你们不是做出我那时代的吗？下一题，我知道，二号给我，给你哦，倒数五秒，五四是谁？三二一，好给你，请抢答，
你来吧，只有我五条，我五条太太，五条，五条答对，五条太太，我怎么还七所太太嘞？我九条太太，我听中洞嘞，九条，九条，五条太太，五条太太，好了，咒术回战的五条，下一题，谁啊？五号蚊香花，答对，怎么会那么简单？蚊香花太简单了，啊，一个都没看到。我进卡是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。三号，我也解答了，答对，太简单了。好，最后一关选。初始战的时候了，加油加油！这就是要决定等一下谁可以选到那个角色的一拳超人，对。所以我跟兰兰要加油，对，我们怎么会让你选冠军？怎么会把他拉下来？等一下，我打不开我的匕首。那刚刚这波航海王的人是谁？输给他的人真的会好气哦，好气哦！天哪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他的运气真的太好了。谢谢啦，有爸有保佑，哎，是不是打不开嘛？打开了啦，打开了。选择题第一题，请问蜡笔小新中小新的父亲广志背负几年房贷还没缴清？猜啦，请作答。猜了啦，猜了啦。小新的爸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猜题了，请翻版。答案就是 C 32年。那他那么老吗？广志，广志。只有32岁，没有在22年的吧？30年。小新他爸应该也没很老，所以我才写22。我是用、那個、所以才是32。我是想说小新那么小，应该也才刚买房吧？对啊，所以房贷才很久啊。如果缴到小新都长大了，可能就真的是12年。他很认真，就换小新缴。哦，认真推敲，因为爸还年轻，房贷会比较高。OK。哦，哎，这个需要逻辑推理。但没有42的那种房贷，没有，至少台湾没有。好。请问，全球票房最高的日本动漫电影中哪一部不是在前3名？我知道，请作答。你说全球啊？怎么办？好难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那是 D。答案是《猪七龙珠》。超好像有印象，有讲过布罗利小林少女跟鬼灭，因为七龙珠时代可能比较久，所以如果是我们那时代上映，可能会很多电影票房的那种。而且听说鬼灭好像已经超越神隐少女，鬼灭它是第一吧？对，哇，神隐少女第二，你的名字第三，哇，七龙珠是13。我以为你的名字只有红在日本诶，没有，它全世界都红，真的。嗯，请问。名侦探柯南中，柯南招下药成为小孩，何种酒能够暂时解除药的毒性？请作答。哎，好难哦，这超难的。我有两个选项，一定是那两个，可是有点忘二，请翻版。这不是 A 就是 D 啊？对，我也觉得不是 A 就是 D。答案是 C 高粱酒。高粱酒，真的真的。是知识家都有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一定有高粱哎，在解毒性。都是透明的，我也是这样。葡萄酒也透明的，是啊，真的。确定？其他三个都是他们组织的名字。对啊，高粱哎，所以他有指定金门五八吗？倒没有，我以为是 A 或 D 哎。他日本人会喝高粱，他是中国产制高粱酒，他是喝中国产的才可以。下列何者不是棒球动漫？请作答。好难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答案是 B 闪电十一人。耶！棒球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哎。他是闪电足球队。哦，十一人是足球字。足球是十一人吗？你可以讲一下怎么推理，为什么答案要改？我是因为王牌投手有这个词，我才用原本选 C。我原本也在想，然后后来是我看到闪电11人，因为棒球9人，如果加投手就大概10人，不会有11人。我有加教练，我也想说教练，谁会有教练？好像没有在规。教练也是你的人物。因为有三个，你只有总机，就把总教练加进去而已。足球里面要不是他派的话，对，很重要。改拍一个那个啦，11人的教练棒打
真的假的？我一题都没有对耶。好，选择题。全超，快点！一拳超人，你加油啊！一拳超人。选择题第五题，请问哪一部电影号称是日本史上最强 4DX 动画电影，在台湾创下连续14上档记录？请作答。那我来点兵点将一下好了。到底要选哪一个呢？好，这个好难哦。我就猜的。好，倒数五秒，五，我也是用猜的。三二，请翻版。答案大家都是写 A 或 B。对，答案是 C， 少女与战车。我就 C 少女战雪，我记得还有个战字，因为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报道。电影名称是什么？这看起来很配的。真的有这个吗？真的变了。秘密维修 4DS 上映的，然后还是讲。那个校队像那打球赛一样，但他们是战车护航。天哪，我有记得这件事情，可是我真的忘，我真的不是鬼灭。少女战车听起来没有很认真，可是我阿公在看的，哎，你会得罪广大。像我阿公那个年代的，蜡笔小新。真的假的？就是那个支持。对，然后有那个椅子会有，像迪士尼那样子，就是游乐设施的感觉。还是现在来体验一下。哎，我有看过 4D 电影，可是没有听。哎，我之前看那个风，就是你会觉得会一直出现，那么没有，因为你看的风很少，它有味道，战车风会很多，然后它的椅子会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喷水，就是你身临其境，还有喷水，哎，它会闪电哎。屁的，真的真的屁嘞，会有电闪过，没有被打到。选择题第六题，漫画在全球累积销售6000万册，动画更是历代深夜收视第一名。于平安夜12月24号0点在日本上映的动画电影是，请作答。好，我们这一题给你们放水的提示、啊。我觉得我好像好像知道，哎，15000名的粉丝串联一个活动，叫做《百鬼夜行》，然后他们15000人全部出现在电影院。百鬼夜行啊，那个非常红，叫做百鬼夜行。哦，那我是什么？结果还是不知道。还是百鬼夜行？他这样子我是不是答错了？百鬼夜行是什么？有鬼哦，是鬼，鬼是谁有鬼啊？深夜，所以名称可能新世界福音战士有鬼吗？回溯回战，回溯回战，咒术回战是什么？我也没看过。咒术回战有鬼吗？啊，好吗？倒数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请翻版，答案是 A 咒术回战零。只有他有鬼啊，他就是打鬼。我刚刚还在想说要不要改答案。五条都是打鬼。我也是 A 跟 B 在选。我前几天不是有上名侦探柯南吗？对，我是会选名侦探柯南。果然是五条太太。这咒术回战是跟下降头跟驱鬼有关。对，他都没看过。深夜收视哎，所以感觉是比较好吧。请问排球少年的主角？日向翔阳和隐山飞熊就读哪间高中？请作答。姐已经作答完了，我作答完了，我没有看啊。啊，我不知道。他那时候有一直跟大家说要去看《排球少年》。对啊，我讲呼吁超多次了。那你告诉我们答案，我们就去看，我们就去看。你帮我，那你删掉一个。那你提示，你提示，你删掉一个，你删掉一个，删掉第一版。你要删掉第一，我讲是删掉第一。目前最后一名啊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反正你9，你加1，你还有10分，因为你最后一名加1分。啊，其他人都可以超越我啊！哦，你只有5分哦。哦，好吧。看到了，不好意思哦。没事，请翻版。屋野高校。啊，我想说，耶！我选了耶！你知道为什么你不会日文吗？高校就高中的意思啊。我每一个都高中。他每一个都是排球少年里面的学校。好，学校。啊！这个你可以答对，气死我！是不是很生气？是不是很生气？神奇，对，很难猜，我们想半天。我讲说高校啊，高校，高校就是高中的意思。你凭什么决定啊？凭什么？我啥也懂不懂？知名动漫主题拉面店于2021在信义区开幕，造成轩然大波。该主题动漫为下列何者 ？A. 进击的巨人 ，B. 蜡笔小新 ，C. 排球少年。我知道，主题是什么？
的，尊重，去的，我妹跟你妹去的。猪火影忍者，请作答。拉面店，我妹竟然这时候，他们三个要作答完了。蜘蛛人了吧，就会路过那个拉面店了。我昨天要去新义区，我要去新义区，我要去楼上。三个楼，对，然后是楼上，对的，请翻板，我应该没记错吧？对啊，答案是《猪火影忍者》，猜错答案，我刚写第一，他又猜中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刚写第一，我的逻辑就是我是 A 跟 D 在选。因为会想要开在信义区的拉面店，怎么样？吃拉面都男生，所以一定是 A 跟 D 啊。台中上的也有很多男粉丝，女生不能吃拉面哦，奇怪。对啊，女生会比较拉面为什么？他的逻辑，他真的第一名，我们问号哦。我接受，这逻辑是对的吧？各位，今年的儿童节是这个样子，既然是你这样的人，是啊，输给这样的人。进行问答题，请写出我们这一家花家成员的名字。他们有名字吗？他爸有名字哦，他们就叫那样吗？对啊，请翻版，就花爸花妈橘子柚子。对，答案是花爸花妈橘子柚子。好了啦，而且他笑哎，小明，白，很夸张，很夸张，哎，笑太久了吧？行的结束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第二题，加一题，简答题第二题，请问这位是七龙珠中的人造人几号？写出号码就可以了，请翻版。十八。答案是人造人十八号，只有解答对。你怎么会记得啊？好强哦！简答题第三题，在《樱桃小丸子》中，热爱创作牌剧的爷爷有藏，经常在作品后加上哪句话？他每一次作诗词最后都会加上这句话。我不知道哎，请翻版。答案是有藏心之牌剧，大家觉得写心中也算一分好了，可以呀。简答题第四题，请写出小魔女哆瑞咪中春风哆瑞咪第一句魔法咒语为何？可以写注音哦。我们不会念。请翻版，答案是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、波波丽娜、贝贝鲁。拍碰拍扑啊扑啊！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、里奥纳多、皮卡皮欧。差不多，很像，很像，差不多。战斗的时候，很像，谁听得懂？对对。请问 Netflix 原创怪兽动画也作为新宿某知名饭店的地标，请问该怪兽的名字为何？几个字？作答。原创怪兽动画。新宿某知名饭店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只知道这一只有一个吧。哦，我看过那地标，画出来吗？我看过那地标，画出来。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对啦，哥吉拉啦。不是，答案是哥吉拉。还写特斯拉。酷斯拉。酷斯拉。特斯拉。哥吉拉。哥吉拉是美版的，哥吉拉是日版的，但一直都一样。对啊，问答题第六题，请问哈利波特是霍格华兹中哪一个学院？你应该要说他是霍格华兹才对啊！叫你们打哈利波特不打？答什么？叫你们下载手游不下载？超级简单，不会。终于有一集可以分出我们的差距了，真的真的好开心。要跟这种人比，我认识真的是怎样？你会霹雳卡霹雳拉拉吗？哎，我答对，我答对，我们都对啦。五、四、三。二，请翻版。
格莱芬多。这是看球的。答案是。答案是格莱芬多。球的。这是看球的。哎，我最后一秒想到。问答题第七题，2020年底在东京铁塔结束营业的动漫主题乐园为哪一部动漫？那随便。倒数五秒，好，猜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板。航海，我也猜航海，我写进结局。我原本写进结局。答案是航海王。哇！一百集进结局没有一百。海贼王，海贼王也可以。哎，林轩又答对了。你写海剑王哦，海贼王，不写海贼王不行吧？不行吧？这个不行吧？我不会海贼王，我也有侮辱的声音。来，跟尹轩是平手，所以要不划不来哦。好。谁要先拔、啊？这个是拔到醒杯吗？还是怎样？谁先拔到醒杯，那一个人就获胜。赢的先，好，赢的先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先。来吧，一个醒杯吧，直接醒杯啊！哦，啊，我要跳杯。他说你写在公啥？跳杯啊！跳杯，跳杯，跳杯。哎，跳杯是打开吧？我想要一拳超人。对。我在想说，茉莉公主还是卡卡西？不要给他意见，不要给他意见，不要给他意见吗？不要给他意见，因为卡卡西我今天就可以素颜，然后整天都不用上妆。你就选这个了啦！我不要，我打得那么辛苦，哪里辛苦啊？真的，你选，那就交给你啦。你的人生要高出新高度，不要不要说服我。三。啊、哦，好，卡卡西，好，那这个是你选的卡卡西，换你，换你，我要，我怕，我怕冷，我美少女战士，我会流汗，我美少女战士，好可怕，我要美少女战士，你是换短裙，跟我说你怕冷，热不止，哎，那个三月，他那个三月，这个全部遮起来，我要李小龙，李小龙好暖的，真的好暖，我不想要这个。你神灯啊！等一下，有水下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长袖，长袖超暖，我想要这个，还有手套哦，这个，这个很像你耶 ，Sorry， 这个很像你耶。等下，我先把这淘汰，这是曲艺的。我不想，哎，我可以耶，我这个好了。可是这很可爱，你看你短头发，这就是你的。我不想要，那你全场唯一短头发，很冷哦，全场一个露肚脐的，快点，对对对，不要，很冷哎，那你就这样。哎，我真的是大惊吓哎，这个居然被淘汰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想欢迎这样子？不想穿这样子在那个大街上游走。哦，这个太显眼了，一拳很冷，太性感了，我不想要。我也是。这性感在哪里啊？还有露肩跟露肚子哎。最性感的一拳超人，我只想我拳出飞。没想到大家竟然在抢一拳超人，是我偷给你的。超人好浪漫啊！是我要决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。这给我，我就这个喽。这个我可以啊，茉莉公主，反正有复复行程嘛。哎，好了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三月见了。好，三月大家要好好的就是装扮一下，而且一拳超人不可以有赘肉哦，烦，减肥了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三月见啦。OK， 拜拜。Can flex too. I go hard. They said do us a favor.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. Be a good girl and don't cause trouble. Well, mama was a strong woman, far from subtle. I'm smart. I got heart.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. I'm pretty, but I'm gritty. If you go toe to toe with me, I'm staying.